遇到帅哥就装傻，同事集体卖萌赢得呵护。有一天就换男主管又有点帅，瞬间大家都变得那个傻妹都什么都不会做了。小哥怎么做？真的对。结果你知道他把所有事交给我，弄到凌晨四点哦，那几个傻妹装傻妹就是主管美式冰咖啡这样子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